大家好，我是定强，我是叶蝉。香港失明人互联会会在11月25日星期六在港岛区慈善麦旗筹款。今次筹得善款用在视障家庭、独居长者，让他们融入社群。希望大家多多益善，少少无区，过来买支旗。我加入了互联会之后，参加了很多活动，其中一个就是功夫班，师傅教了我们很多动作，有拉筋，有扎马，有打套拳。当我们持之以恒之后，我们的身体的确真的好了。互联会真的帮助我们很多视障人士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如果有兴趣帮手卖旗，请打23435363，11月25日港岛区卖旗，约定你。